请观赏《戏说乾隆》。这样子嘛，我一旦都跟你在一起，我就紧张啊。哎，奇怪了，你们怎么都这样啊？烦死了！你就你，什么叫做你们呐？再说你们，再说宝，好，我先不说，我再说，我一头撞死。跟你说着玩的啦，还当真？我就是喜欢你这一点。还好是一点，要是两点三点还有伤风化呢。啊，春姐，干什么？还早，咱俩找个地方，就我们两个。你呀，担心我伤耳朵的。去哪里啊？郎家酒啊。郎家酒啊，哎，听说啊，那里啊酒好，菜好，装潢好。哦，咱们两个对饮两杯，低斟浅酌，正所谓花间一壶酒，对饮成三人呢。三人？哎，好啊，那要宝就一起来啊。宝柱，你去死啊！哎，在想什么？哎，皇上，奴才没有想什么。这会儿春喜跟贾六该到仁和会馆了吧？这春喜嘛，就该到了。贾六可就难说喽。他们俩不是一道去的吗？一道就难说喽。难说什么？奴才啊，背地里从不说人坏话，这从小父母教的。美德。不去仁和会馆会去哪儿呢？啊，贾六有个地方他一直想去啊。什么地方？一个喝酒的地方。喝酒？贾六丢下春喜自己去喝酒？他不会自己去吧？拉春喜去啊。喝酒没什么，重要的是酒字下面那个字啊。菜呵呵，皇上。哎，知道了，他不敢。酒壮熊人胆呢。持去会馆呢不碍事，就算呢喝了酒吗也不碍事啊。就怕他惹恼了春喜，春喜和他打了起来，这事闹开了，人闹多了，到时候啊惊动了五城兵马司的人，传到四处啊，说咱们宫里的人如何如何，会声会影的，那就不好喽。那喝酒的地方店名郎家酒。店名就不招张。在哪里？米醋胡同。你知道吗？奴才知道。好，哎，来，喝酒，敬你，好香啊，你看看，好酒哎，就是啊，春喜，先干为敬，干杯。哇，哎，这酒真香哎！多喝一点。哎，好，来，喝，干杯。好。哇，这酒真香哎！就是啊，哎，跟我划拳。哥俩好啊，宝一对。
我陪你喝。好。你行。你赢了，好酒。嗯，喝啊喝啊，快点喝啊！乖，到底会不会喝啊你？外头就不要喝，自己喝。我喝。来来来来，陪你一杯，陪你一杯。再来，各位啊，好啊，六六，干什么？想吃什么豆腐啊？喝啊，来，自己财呀，快喝酒啊！没有。干什么？真是，我们找个安静地方，去醒醒酒，聊聊天。我不要，我还不过瘾。下次找宝就一起来。啊，去会馆了，走了。干嘛了？再见了。哎，小二，多少钱？再见。五文钱呢，这么便宜啊，很好吃。哎，来了。啊，还吃得好饱。哎，再来了。谢谢大爷。哎，怎么了？你要不要紧啊？才喝那么一点酒。不好意思，我又赢了啊。喂。哎，你真的假的？喝这点酒就不行了？不行啊，陈曦，我干什么？我啊，等一下，贾六，你是真的不行，还吃人家豆腐啊？我只吃臭豆腐。贾六，喂，贾六，贾六，你醒一醒啊！你醒一醒吧，贾六。哎，客官，来，里面请啊！好，陪手，六六，好，客官，坐，好，来，坐，对不起，客官，吃点什么？我们这什么都有啊！把你们好吃的拿来啊！好，客官，上面一个，马上就来了。我听人说了，真的，哎，对，没事。来，好，放这儿，我来，好，来，我来分，哎，把你杯拿过来吧，来，行，他们，是他们，小的看得仔细，两女一男，还有一个立木跟那个姓纪的，叫人，是，人来了先上门，堵住再说，我随后就到，是。哥俩好，四季左右，群众了，六六四个，黑五一定，说四季左右，七个巧。登上门了。注意一点，看通道。我们平常小看了您了，前两天有位老先生来，
他说武成指挥的吏目在秦汉的时候叫中尉，不小啊，中尉大着呢，掌管京城巡查缉捕之责，权儿大着呢，就是后来什么执金吾啊。是啊是啊，不过不到九品还不入流啊。把贼把着拆。留人，快快上门呐，快走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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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谁？四爷。你姓江。走。老爷，对，是。团长，四爷好像是另外一路的。刚才他跟你说什么？管他哪一路，也不像坏蛋，也不是什么周正蛋。走。四爷，他们一定闪了。闪了？啊，四爷，那贾六跟春喜呢？别问我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姓江的那个女的，哎，他们呢，一定是有心要闪我们的。四爷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不行，一定要追究。追究他？哦，四爷，你追究案子。他是原告。哎，这女人告状啊，不好惹的。四爷，回吧。你就是没春喜懂事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四爷，走了。狼爷，来，砸了狼家酒，坏了我的事。走。仁和会馆郎家酒，两回都有同样的人，好眼力，没错，同样路数。哈哈，哎，你们三位在这儿啊？哦，中尉大人，中尉大人，哎，别叫大人，中尉啊不算大人，在京城啊，大人比拉车掏粪的还多，王爷、上将军比剃头修脚的还多。我啊。我是他们就好喽，好，好，当然好了，住房子、吃饺子、过日子，不用掏腰包啊。哎，究竟是哪个王爷叫你保护我们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也不敢多问。你保我们是不错，可是昨天晚上蓝家酒的人照打不误，那就是说，他们有比我大的后台。什么后台？后台。占个后字儿，少问为妙。在上海啊，人人都有后台，青帮的、红帮的，总之一句话，在帮在教的。明朝经理人一开口后台啊，就是东厂的、西厂的、锦衣卫的，嘿，都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。哼，那郎家酒的人就这么不在乎你吗？说不在乎也不对，比如说，他们打妓馆事。一掌打得七孔窜血，可是呢，哼，不碰我。
也对啊。逢年过节，红白喜事，他们还是要表示表示的。表示？礼到人不到啊。人为什么不到呢？怕被人家看见，说黑白勾结。哈，跟海宁一样嘛。天下一样啊啊！海宁，海宁那可是特别又特别的地方，尤其是海宁陈家。你也知道海宁陈家？厉不大人，管事请您呢。好，你们聊，有状况喊我啊。啊。他也知道海宁陈家？你以为只有堂主知道啊？我说陈家那个陈木，十一堂堂主。堂主，别老绷着脸了。就是啊。状子怎么样了？也没人闻问。邱大人叫我们来，也没问话。宫里一定在查。查得越久，变化就越大。贪官不会不还手的，一还手就不会轻。怕他，怕他也不告了。头天晚上，他们为什么找一个姓江的女人呢？姓江的多。歪打误撞。不会。有同样的脸，同样的人。究竟是要绞，要绑，还是要杀？谁的后台呢？谁的指使？这倒是啊。是。潘坤，是潘坤，他在海宁啊。他不知道状子。哼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别说我们海宁十一堂了，就是海宁七堂上下这么多的老小，都在等着盼着。他们急了，是看山，还是望海呢？这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从什么地方下手才着力啊？是啊，找个时候，我去郎家酒见那个姓郎的，说一个身份给他。身份？海宁七堂。万岁爷，新到了安徽茶。换台湾茶。啊，不用了。啊，万岁爷，那你要喝什么茶？不喝。万岁爷，大夫说坐久了要走一走，哎，好疏动一下筋骨啊。不疏。万岁爷，您的书法写得真好，哎。不好。写大字也是活动啊。不写。皇上啊，有说有笑的，而且啊，他根本没有问我们去仁和会馆的事。哎，那宝柱呢？啊，宝柱啊，宝柱是你哥们，我兄弟，他不会告密的。可是，皇上老大不高兴的。哎，啊，哎，你去啊，你口才好，你去逗逗万岁爷啊。哎，去。好了。你去嘛，去呀，快去呀。叩见皇上，皇上吉祥。谁呀？奴才贾六。滚！啊，奴才滚，脚抹油。可是皇上驾前要伺候。免。免免免，加一点。兔子竖耳朵，皇上用刀剪，剪下兔耳朵，丢去给狗舔。红油饵丝是川菜，可惜没割眼。油嘴滑舌，这什么地方啊？没规没矩，大了你的胆子，差你和春喜去仁和会馆查案子，你跑哪去了？没有，皇上。没有，皇上。啊，对，在你们的眼里，根本就没有皇上。啊，奴才心里没有皇上，还有什么？郎家酒。啊，皇上。春喜是答应，皇上的答应，御前的答应。你带着他，是要他答应你件什么吗？我都是你带坏春喜。哎。
保住，保住！哎，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掀起铺盖，滚出宫去！你，保住，出去！有种，出去！我要休息。啊！哼，好汉做事好汉当。哎，我可不是好汉啊！哎，你在皇上眼前对我和春喜点了什么眼药啊？你和春喜，好亲热啊！你和春喜，你不知道我爱的是春喜吗？皇上说的对，春喜他可不是你的答应啊！哼，我知道，少废话，一个草里拴不了两头叫驴。不是你就是我，出去！单挑！单挑！哼，你不是盖儿啊，出去！难道这儿还打不开吗？好。赖狗搔痒，瞎牛拉车，孔雀无毛，你这些啊都是跟我学的。为了春喜，我拼啦！春喜，你来了。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贾六啊，他是自己不小心摔倒的。哎，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来，我扶你。春喜，他正事不办，你们两个在这搞什么把戏啊？不是说了请曹大人在万岁爷面前求情的吗？不去不去不去，就卷铺盖滚呢。曹大人这会儿在军机处呢，我去，我去，我现在就去。哼！春喜，这边坐啊，来来来来。你干的好事。人家都是为了你嘛，你跟他出去，我受不了啊。而且，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样不了你呢？哼，不是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春喜。什么样的情形啊？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！春喜，你去死了！一脑子浆糊，你在万岁爷面前说贾六的坏话，人家贾六在外面只说你的好话。真的？骗你的！叫我替你在皇上跟前说个情。用得着吗？用得着。哎，皇上叫你卷铺盖，你还真卷铺盖啊？气话，你跟宝柱啊是皇上的左右亲信，小跑腿儿，大跟班儿。曹大人，请喝茶。皇上这么骂是又爱又气呀、有个小官说他的长官骂他，哎，骂得越厉害呀、就表示越喜欢。自己骂不久啊是又升官又占好缺。可是曹大人，皇上他皇上的急事啊，你呀、该办不办，去喝酒，去酒廊。不，郎家酒不对吗？喝醉了，半夜回宫还带着酒气，都是奴才的错。知道错就好。知错能改啊，皇上啊是最喜欢这种人。
你跟宝柱随驾江南，随驾云贵，随驾太行山。哎，真正在皇上身边的是你们，你们一句话，哎，比大臣一本奏折管用啊。哎，找机会啊，找皇上笑，高兴的时候把事儿圆下。你会吗，贾六？我会，曹大人。谢曹大人指点，谢曹大人指点。哎呀！你们呐，小心脑袋，赶快穿啊，好好伺候。听着啊，一条蛇，一条蜈蚣，约好8月18到海宁看遮天震地的海宁潮。结果蛇到了，蜈蚣还没到，那为什么？蛇，蜈蚣，哎，蜈蚣脚端还在家里面穿鞋呢。哎哎，对对对对，皇上一笑，天下欢喜。哎，欢喜。哎，古时候，在春秋战国的时代，有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叫韩非子。韩非子，好像听说过哎。韩非子说。做皇上要防八种人，叫八奸。八奸？哪八奸啊？第一，同床，在床上的人；第二，在旁，在身旁的人。这都是八奸的前两种。同床，在旁。贾六保住春喜，就是在旁，在身旁，在左右，尽喜小人。难懂啊，学问大的。听不懂，问人去。皇上，奴才错了，奴才知错认错，奴才跟春喜奉旨去仁和会馆，一路上研讨如何进馆，如何打探，如何应对，如何作战，如何隐蔽身份。怪只怪肚子有点饿，就吃了2碗酒酿汤圆，偏偏奴才素无酒量，酒酿下肚，头昏眼花，四肢无力。正巧大雨倾盆，遮天盖地，同时闪电，就这样仍然不避艰险去到了仁和会馆。不易，仁和会馆大门上锁，大声叫唤仍无人应，因此任务未成，回宫一吃而有酒气啊。哼，都是你了。起来吧，皇上，你原谅我吧。春喜，都是真话吗？说。不是他说的这样吗？春喜，保住。奴才在。叫孩子们给我打。皇上，皇上。知错了。打！哎呦！打他！皇上，给我好好的打！好！Thank you.
启禀万岁，巨雷闪电原为天地之异形，而巨雷闪电竟然劈炸金顶四殿，火焰百丈，与风雨中不但不袭，且直冲苍穹。经理人都知道了，说你要说的吧。臣以为此乃上天对人间之警示，必须振朝纲，清刑狱，一以顺天，一以应人。知道了，谢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。振朝纲，这不是临朝议事吗？清刑狱已经交办多回了，有人在问，有人在办呢。金顶四殿雷劈火烧，修嘛，盖嘛，可是谁总其责呢？臣。工程浩大。臣。好了，一说到动工程，就臣那臣的都出来了，要去垦边荒，要去打仗，去下海修堤，去上山植林。臣呢，劈雷闪电，金顶倒，四殿烧，上天就是帮你们包工程喽。不懂。启奏万岁，霹雳闪电未必天意。哦，有一个传教士对臣说，亚美利坚有个人叫班杰明·弗兰克林的，他研究电，研究避雷针，非常有成就。电可以为人所用，避雷针将不怕雷劈房屋。哦，好啊。启奏万岁，疑人鬼话不可深信，天上有多少星辰，汉书天文志上就记载是783颗，到了三国，太史令陈卓又算出是1464颗。疑人鬼话，臣未闻也，孤妄听之。哦，曹大人，臣在。你说那个传教士亚美利坚人呢？此传教士乃西班牙人。西班牙，西班牙人，一会儿台湾，一会儿浙江，一会儿广东，他们究竟打什么主意？传统哪儿来啊？巴塞隆纳。巴塞隆纳。巴塞隆纳乃一欧罗巴州大城，有大海港，是于秦始皇时建港。早啊！到宋朝清徽二宗的时候，发展成为工业、船业、运输之大港。到了明朝万历21年的时候，西班牙的传教士已经到了我国广州、澳门，也学会了中国话。到了明熹宗，太监魏忠贤弄权，西班牙人的12条大帆船，在台湾基隆占了3貂角、社寮、小基隆。再过1-2年，在淡水盖了个红毛城。李涛，臣在。说到清刑狱，你的那个海宁的案子呢？臣还在查，不日即妥，被告已在京候传。那你传呢？你不传还要皇上亲传吗？扎。狼爷呢？什么事儿？急事儿啊。什么急事儿？面报狼爷。哪儿拆的？养德小竹啊。养德小竹，候着。啊，是。请吧。狼爷，潘爷到京了。潘爷，从海宁来的。他叫你来的？敬二娘。二娘，给你二娘回个话，我就去。小的告退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呀哎呀，又漂亮了啊！越来越累了啊！不来了。哎，是是是，可折死我了。
大人老爷们，坐坐坐。哎，好。茶呢？坐坐坐坐坐坐。茶呢？哎，有了有了有了。点心呢？正准备呢。那么什么大奶的葡萄、台湾凤梨酥，我去看看。上啊！你看看。到了养德小竹啊，一切全是新的。哎，像什么啊，甘肃的、台湾的，没贵客嘛。潘爷他哦，潘爷啊，老远打海宁来，这刚进门啊，洗把脸，换上衣服鞋，就交代请在座各位大人老爷，这不去见王爷去了。哦，王爷，哎，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啊，就回来就回来，歇会儿啊。好好好好好，尝尝心啊。啊，谢谢谢谢啊，潘坤呐。一个海宁工程，人都累撅过去了，这南呀北，北呀南的，这么累的，你们男人懂，亏哟。有二娘在井里照应着，这里里外外的，上上下下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里里外外，上上下下，大人，您可把话说清楚了，这里里外外，上上下下，您还缺了一句，嗯，我还少了四个字儿。一男一女呀、啊！二娘，你可真风趣啊！你念错了字儿，那字儿念骚。说正经的，潘坤有今天啊，还不仰仗在座的各位大人老爷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签案子了，包工程了，供应建材，提前拨款，增列预算，关心关说，疏通关节。有了你们，这才里里外外，上上下下呢。哎，是，这不就给你们一男一女的配个对儿啊？哎呀，谢谢二娘牵线啊！二娘就会牵线，打小叫二妞，专给人递个情诗，送个香包，叫二姑娘，自个儿就忙不过来了。前村大柱子，后村小栓子，隔壁二愣子，转个头昏眼花的。哎，这有个新词儿叫三角。对呀，新词儿叫七脚八脚，手叉腰。潘坤说一两天儿，大家聚聚。啊，聚聚啊。也个别聚聚，应该应该的，该谁的还谁，缺哪儿补哪儿，没我的事儿。我明进桥，只做个桥。哎呦，客气的二娘，桥啊，桥儿，文的武的官的商的，总得顺顺当当的进来着，对吧？对对对，二娘说的对呀。也叫二娘，一来老，二来也折得慌。叫一声乔姐怎么样啊？好，乔姐，还修桥补路的呢。潘坤呢？我们呢？各位大人老爷，给潘坤铺路，叫他修桥呀。大家都来修桥，这桥还不压垮了？二娘，郎家酒的郎爷到了。哦，郎爷到了。你们先坐会儿。哎，我去一会儿。请便，请便，请便，请便。二娘，潘爷出去了就回来，两次都没成，不好跟您和潘爷交代。看潘爷怎么说吧。那个姓江的不是个普通女流。你来的是时候。海宁唐公忙，不然该常来看望王爷。我我没什么。哎，怎么叫人告了那个女的江心？刁民，唐公，黑道的。好好应付啊。王爷放心，除非万不得已，不敢搅扰王爷。我哎哎，还有更大的人物在问呢。哦，谁呀？谁呀？皇上。皇上？嗯。啊，在海宁打听到了。什么？招江心进京的不是刑部，不是军机，是邱迪中。知道。邱迪中他不干过河道总督退休了吗？王爷跟他熟。熟。啊，想请王爷给圆一下。你圆。我圆。这个人
很倔，听说整天钓鱼看书，哎，看书钓鱼啊。我圆，我圆。皇上说八仙，八仙见遇韩非子，韩非战国时候韩国人。小六啊，韩国在哪里啊？韩国啊，韩国啊，不知道。哎，韩在陕西韩城。韩非子重法治，明赏罚，立刑名。哦，曹大人，那书上你们说宝珠贾乐跟我是奸呢？哎，奸者为非作歹也。皇上说啊，防八奸呢，就是防八种为非作歹的人。我们呢？我们呢？所谓八奸呢，第一，同床。啊？同床？后宫啊？第二，在旁。可是万岁爷身边总不能没有人在旁边伺候啊。哎，你听着啊。第三，父兄。啊？父兄也防啊？第四，表扬。第五，民盟。第六，流行。第七，危墙。第八，四方。你们只要知道在旁就好。这在旁呢，不能唯唯诺诺，只知道察言观色啊。哎，贾六，贾六啊，他就是这个样子。你呀，你练什么武啊？诚心挨揍，挨揍讨好。曹大人，我们做在旁奴才可真难呀。要是奴才而非奴才，要是在旁而心在中央。哦，可是贾六没有同床啊，宝珠也没有啊。春喜有我。要是奴才而非奴才，要事在旁而心在中央。哦，可是贾六没有同床啊，宝珠也没有啊。春喜有我。对，你有同床。哎，不要胡扯，是洋娃娃，外国货。对啊，还是皇上送的呢。哎，哈哈，在后宫嫔妃面前呢，不提这篇书，不说我教过，尤其不许说同床两个字。哦，